好，看这题哦。他说 C 的 N 取 R 等于多少？根据我们 C 二公式当中 ，C 的 N 取 R 会等于 C 的 N 取多少 ？N 减 R， 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为什么？老师举例，等一下我后面作业有100题，我们挑98题回家当功课，从100题当中挑98题，这样慢慢挑，挑多久啊？干脆我们从100题当中挑两题不要写，意思有没有一样？有。所以说 C 有什么特性？这两相加是 100， 答案就一样。所以 C 的 N 取啊会等于 C 的 N 取多少？ N 减啊，只要这两相加是 N， 答案就一样。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